3、2、1，不练你让我太失望。我不会再让你失望。你松手。不练。3个月前把我招进公司，其实我对你第一眼就有好感。你年轻有为，敢做敢为。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笑着，而且你能经常陪我直播到深夜，带我去吃凌晨两点的夜宵。所以我也胖了一些，很快的在公司里我就对你心动了。我每天都关注你什么时候来到公司，早上穿的是什么衣服和鞋子，午饭喜欢吃什么，手里拿的是哪种咖啡，就连你穿什么袜子我都一清二楚，还有哪些女的喜欢你我都心知肚明。那时候我真的满眼都是你啊，无量。我好，我很开心。当我找到心动告白节目组的时候，对你告白成功，我那一夜我都没有睡着。我躺在地板上看着星空，你就是我心里那颗最闪亮的星空。是啊，无量，在我心里闪亮了两个月，但也就两个月。不是，你别这样，你先听我说。你听我说完。直到你招了一个助理张张，我才从根本上意识到你的花心，你对我的不坚定和你的冷漠。张张，仗着比我年轻几岁，大学没毕业，没想到啊，就用一些迷魂药把你无量给迷住了。那个小妖精每天不想着怎么提升自己，只知道媚上欺下，想尽各种办法接近你。我都会改的，我会痛改前非的，以后我一定认真。我知道张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是无量，你无量难道分辨不出来吗？你觉得他是真的爱你，还是爱看上了你的钱啊？难道我对你的爱，我对你的感情，就不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吗？你有想过这些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我都是一个人扛过来的，你在伤害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会心痛，我也会疼？